三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可以继续前进。突然是神奇的艾尔德利奇这边，后面应该还有路。泰六，去谈管风会谈吗？我错过了吗？不对啊，你怎么知道会谈？你有看过？是这样吗？上次就是水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印象上次的地板长得这么的诡异？刚才一招这黑魂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游戏呢？奇怪，怎么跟我印象都不太一样呢？这个应该会死吧？然后走进去的话。还没出去啊！另外一边应该也一样吧，我猜。看一下，一样，坐电梯上来。好，那我想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婆婆后面，婆婆后面不是这里哦。不是走这边吗？感觉这边还是前往新地图哎。太阳公主戒指，太阳公主。缓慢的恢复 HP，这对我来说应该没什么用。就这样，你给我看公主本人嘛，公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椅子好大哦，我刚刚以为是背面啊，是正面呢。可见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巨人。这是公主的房间，偷偷闯入公主的房间，超巨大公主。所以这边是没有路的。再传回去吧。哦，放置水盆，好放。出什么东西？黑黑的，红红的，血吗？还好啊，他还给我重生在这，好，爬上去喽。加油，哈哈。洛斯里克城，蜥蜴万岁！我们可以先到楼梯这边看一看，
刚开始绝对不走直线，先看看旁边有什么再说。地板好像都有点破旧了。有重办的话，接下来救救我很有用，是背刺的时候了，一定不难开了。这边要寻找唯一炸酱好吃，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。好哦，你慢慢寻找。看到敌人了，这边也太多血迹了吧？大家要死在这吗？点就因为大意而死了，胖子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边的人是同一个流的。升降机，先看看。电梯中段会有妖精吗？在哪？我再看一下。哎呦，中毒了！哎，我出来了。拿到一个元素碎片。下去吗？哎呦！啊，这刚刚下来不是同个地方吗？哎，那边不能过去，中毒啦！好毒！这也太毒了吧！从下面上来是一模一样的。时候就遇到他，然后他那时候如果不在他变身之前赶快杀他的话，就根本杀不掉。因为他怕火，所以现在有火球的我应该打起来还好。烧不快。快被毒死耶，这太毒了。可能要花时间等他一下。绕过去，那一只那时候很恐怖耶，根本
不是绕过去就可以解决的，完全被秒杀。这前无宝物真的没有宝物，居然会讲实话。宝石，我看个留言，你干嘛？走开！这还以为可以听到千条宠物说话，宠物说的怪兽音。宠物说的怪兽音，宠物怪兽音，什么东西啊？我说过什么？我早觉得我今天好像问了非常多是什么东西，我现在理解能力有问题。管他中毒就给他毒吧。哇，什么时候才捡得完这些东西啊？这个毒好像有点痛哦，有点不妙哦。千鸟的宠物不是说在旁边住着一只怪兽，声音很怪吗？那时候是熊发的，他在说我，他说我声音很怪，因为我那时候感冒的关系。我可以学那个，你们要打 low 吗？那个雷兹可以学很像，不然就说我是怪物。我不知道现在学还像不像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哎呀，我被毒死了！我在干嘛？等一下。七万灵魂哎，不行，这个一定要捡到，不捡到还太亏了。啊，我先去捡魂，专心的去捡魂。看看你这么一刀，我已经解掉了，不要！大人饶命，拜托不要杀我，感谢你的配合。我的魂我先拿到魂再说，再来找你们。我看到我的魂了，看到我的魂，拿不到吗？什么？走这边拿不到？再看一下好了。你没有看到我，你没有，我隐形了。太好了，魂拿回来了。休息没有去参加，我也没有去参加，可是我就放这个支持一下。六十几万的时候，应该会。有点哭，
虽然我觉得这个器官应该会在今天内丢掉了，以我的废纸。看怎么倒的这！哦，我的魂！然后往庭院右边的楼梯有一个捷径。看我现在升一等需要多少啊？43000，我可以换，应该可以换两等吧。好，我去把它捡回来，然后赶快回去。两只骑士的右边。右边，很好，我没有看到。谁打你？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我收集挑战，再多收集一点魂，再回去升两等好了。收集个90000之类的，90000应该够吧？现在感觉每一只都好高哦。每次想要再多收一点魂，就被打死，可怜哎、欸，被一烧秒的小怪打死。元素碎片我好像捡了吧，刚刚。我这一次不要，不要一次丢两颗，安全点。啊！我变身了。我好怕那个大电视。感觉对我来说会有用哦，魔力方式哦，减少，增加减伤率，还好，我想要提升魔攻的，虽然说我已经有了，打完了，你太快了吧。
王先不打。我都经过那么多次，我就是没看到啊。大剑骑士向电梯走，靠左边。怎么办？我真的找不到，真的很明显吗？电梯是指进来的地方，王的房间的反方向走出去，走出去很多怕我怪的地方靠左边。啊，这里吗？明显这外面有那个保护色，让我找不到。这条戒指所以需要跳下去，真的假的？骗我！下面根本没东西好吗？其实。我捷运转运站也会迷路，北车的话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很有自信的确保我自己能够抵达歪区。哎，我觉得刚刚还有一车在中间呢。我说不定哦，可能会比我熟，因为我很不熟，但我去了好几遍了。就像迷宫一样，不过我慢慢看路牌还是找得到路的啦，分秒说惨到看路牌还找不到。要不然一招可以秒小怪人不会。十块哦，十块，十块，珍贵的十块。我回来了，绕了一圈回来。那接下来我试试看直走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先做一下萤火，补一下。补一下血瓶跟法瓶，嗯，啊，萤火来着。那个法师会放补血，他帮大剑骑士放补血的话，他真的会哭出来。原来是在放补血，因为我没有让他们遇在一起，所以就还好。我八万了，八万了，快要九万了。要出。
嘛，蛮轻松的。我看这个法师能不能用小克勒一巴掌？也可以，不行，相差一点，我攻击再上升一点就可以了。骑士的灵魂。哦，拉杆。机关不能动。换招真的很不方便，我觉得。他的技能设计的很麻烦。OK。隐形大法超轻松。那这招呢？可不可以一击把你打死？不行，这招还比较烂。幻影，骗我！我这样法师会太强，别的职业就没有办法玩。是这样讲的吗？救救我！为什么一直会有人留言救救我？我再下去就绕一圈回去。破盾很有用，我现在只要丢下呼噜粉，喊出地名，我就可以去了。所以我没有呼噜粉。我想看玩近战没有放隐形，会死很惨吧。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两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